现在你们三个人去指导员那儿，拿新印发的新兵手册，啊，背。谁背不下来，今天晚上就陪他们俩站着去。报告孙班长，你们班的赵能亮和于大雷不见了。 往哪儿跑了？往那边。哎，于班长，上哪儿去啊？监控室。你调一下附近的监控，是看看这两个人干什么去了。哟，这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 去靶场方向吧，那地方地形可是复杂，几十平方公里，林子也不少，还都是新兵，在里面迷路就麻烦了，找都没法找。关键是外面要下雨，估计一会儿这雨还不小。这事儿，我向连长汇报。是。再强调一遍，靶场地形复杂，严峻险峻，尤其在这样的天气下。 地形更加难以辨认，要求每个人必须紧跟我，注意力集中，布置掉队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两个人，清楚没有？清楚。目标靶场，加油，追！Tomboy，走！雨太大了，看不清楚前面方向了。 Thank you.
这么着不是办法，现在我回去报告连长，提议方向都由向左转，靠步走。 实弹进入考核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排一班，两个兵，拔军姿的时候丢了。各排，以班为单位，立刻进行寻找。寻找位置，就在营区东侧三公里处靶场，也就是明天实弹考核的地点。出发！站住！三，跑步！走！营里出列。明天考核要是被迫终止，营长要向旅长写报告，能不能先不上报？我肯定能找着他们的。找什么找？别说一个连了，就是一个营下去也找不着人。 启动红外扫描，找人形表。他们两个如果体温过低，或者被淤泥、草丛遮掩，红外扫描都是找不到的。但不管因为是哪种原因。 只能说明他们两个的生命体征过低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如果要是通知导弹连停止考核，最后的时间是几点？9点半。9点半，他们的导弹车照常展开，找到人了，考核继续进行。如果找不到，考核取消，营长上报，你我是第一责任人。我简单，我记个警告。 写份检查，你呢？你就白来新兵连了。你干嘛去？走。十点之前必须撤离靶场。于大雷。 杨德亮，于大雷，杨德亮。
快点，快点等我！ 把车后备箱绳子拿下来，于大雷！连长，咱们不能再等了，他们到底还有没有消息？设计准备，先展开。 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哪怕考核可以正常进行。放心吧。连长，收到收到，考核可以正常进行。是，实弹考核正式开始。 在这里战一宿也不会有人搭理咱，不然呢？不然我们来个了断吧，省得以后麻烦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赢了，以后这个班就是你的，我借你面绕着你走；要是我赢了，你以后就少管我闲事。怎么理？我看过营区的平面图，从这里到靶场直线距离5公里。
我们跑到最近的靶位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再跑回来，用不了一个小时。胜负清清楚楚。损货损货，这句话还是对你自己说吧。我最讨厌的呢，就是那种输了不认的人。开始。他现在情况挺稳定的，我们让他住院观察一下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说。好的。小明，根据 X 光显示，他现在肺泡内有不正常的液体气流，我估计是长时间昏迷呛水所致，再加上他神志不清，机体的应激反应迟钝，身体无法将体液排出，现在我们初步估计的话，他是内膜积水。最后是心源性的肺水肿，还有可能造成神经性的病变，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下。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不好说。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。于大雷怎么样了？班长，班长，干嘛呀，班长？大雷到底怎么样了？班长，班长，于大雷他到底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拳听你爷爷打的。于大雷要有事，我他妈把你从楼顶扔下去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来医院观察一下的。观察什么？发什么？我不舒服。你在这干什么？牛班长，那个我们两个是那个侦讯通查，侦讯通查联。什么联？侦讯。说清楚。侦查通讯联，侦查通讯联的新兵，我是李明月，他叫黄小萌，他今天发烧了，不舒服。行，别说了。啊，你就是啃鸭脖子那个啊？啊。啊什么？说到。到。出去。是。医生说了，让我观察一下，班长。出去。哎，班长，我觉得您也得讲道理吧。我这来的是医院，我是听医生的，还是听您的呀？而且您干嘛那样打他、凶他呀？虽然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打他，但是我们班长告诉我们，在部队里面，体罚和辱骂战士是绝对不允许的，更不能打人。花萌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走。哎，我在帮你说话呢，你还说我多管闲事啊？每一个战士都可以对部队不好的意义和现象提出疑问。这是我们班自己的事情，你知道什么？我都看见他打你了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怂啊？这么怂怎么当兵啊？走，有完没完了？哎哎，撵一什么呀？你又想打他？我刚才打人了，你看见了？嗯，看见了。这是部队啊，你刚来没几天，对这部队的条例还挺清楚呀。班长说了，所有的条例都得背熟。嗯，行。欢迎你对不好的现象和问题提出质疑。冰痞，少说两句行吗？随便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于大雷现在情况很不好。那现在什么情况？昏迷。你刚才是不是疯了？
我刚碰见那个女兵了，过来一看，你干嘛了？我带兵就这样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把他们带成我这样，就这样。是我让你把他们带成你这样，你没带成这样啊，你就动手。不说了，你这两个兵打算怎么着？退兵，一个都不留。退兵啊？那我这报告怎么写？他们俩到地方上怎么活啊？部队不是为这两个人开的，都像他们这样，这还叫部队吗？我都知道，我为什么把你叫到新兵连来啊？那提干的事怎么办？你说这退了兵，我这提干的事了。我谢谢你。还有别的事没有？你再好好想想，不行啊！你再好好想想。我想什么？啊！我谢谢你。什么谢谢我？哎，你收敛点这脾气。吹来了，对，正是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叶小静女士，刚才在我们那个军民协调委员会去处理了一件事务纠纷，然后叶女士提出想见一下刘努力，啊，接待一下，啊，行，好嘞，啊，哎，啊，那再见，哎，啊，叶同志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请坐。啊，叶同志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猛，是这个连队的指导员，有什么情况您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是这样，上个礼拜你们部队演习，我的车跟牛努力的坦克撞到一起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嗨，啊，努力撞的是您的车啊？车跟相机的处理结果我还是挺满意的啊，但是牛努力他砸碎了我的车窗，这事儿怎么解决？不是，牛努力把您车窗给砸了。一个值班表，到医院去陪床，白天晚上各一个人。是。那个班长啊，排班还算张能量不？特别重啊！肯定啊，都陪床了。说话呀你！兄弟们，我可能要走人了。报告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上次可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你的事儿有专人处理，这是部队，不是居委会。您也知道这是部队啊，你们部队就培养出你这样的兵？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砸了我的车窗，抢了我的相机，我是想问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个人嘴笨，不擅长辩论，啊！我给你找能给你辩论的人。想跑是吧？哎，想跑是不是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让开！我不让。我要出去。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时间在这跟你掰扯这个事儿，你让开。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我还想问你们连长在哪儿呢？去把连长叫过来。什么？牛努力还把人车窗户给砸了？哎，谁能想到？谁能想到啊？人就在办公室等着呢，非要牛努力当面给赔礼道歉。哎，就他那个臭脾气，怎么可能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刚搞定一个张能量，之后冒出个什么叶小俊，他是个女人不简单呐、啊，还知道先去协调委员会，然后再来连部逼宫。哎。那这事如果捅上去的话，别说是提干了，提前复员都有可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警告你，让开！你如果再胡闹，这个性质就变了，这样影响不好。我还没结婚呢。怎么着，还想把我抓起来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努力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不可一世、蛮不讲理的样子，我今天就跟你杠上了。努力，哎。努力，哎，连长，我在里头。干嘛呢你？把门开。他不让。叶同志，对吧？叶同志你好，我叫马汉元，我是牛努力的连长。您先把门开开可以吗？你们之前的事情我有所了解，牛努力同志确实有点过分。这样。我让牛努力同志给您写一份检查，亲手交到纪律委员会去。我不会写字儿，你给我闭嘴！一遍不行，写两遍，一直写到你满意为止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要他亲口跟我道歉。一句道歉很难吗？难，我说不出口。哎，叶同志。您看，要不您先把门打开吧，这是不对，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他哟，你们领导都来了是吧？进来吧。说一下我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？我赔钱。叶同志，您看咱们之前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？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但是我们现在啊，当务之急是要处理一个新兵的问题，你先回避一下。你的意思，我的事儿不重要？不是，没有，这毕竟是我们部队内部的事情。哦，努力在这儿，我们了解完情况，马上给您答复，好吧？您先回避一下。那行，你们先处理，处理完了再处理我的事儿，我在外面等着。好好好，行。气死我了！你什么事都给你气，你要退张能量，现在又惹来个什么叶小俊，这件事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？哎，行了，我赔钱，人家要道歉，你赔钱。谁？什么谁？你刚才说张能量？啊，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兵，跟您没什么关系。他是我弟弟。啊，连长，连长，你说。二号军线紧急任务，新兵连紧急任务。是。前进集合！全体都有。刚刚接到上级通报，有两名逃犯隐藏于我旅西侧山区，两人携带猎枪、手枪各一支，子弹若干。为了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危害，我们配合当地驻地公安和武警，搜索山区外围北侧的山路和路口。注意，这不是演习，老兵们出去驻训了，我们新兵就要顶上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注意安全。
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好。这位是驻地公安局的刘警官，大家好。一会儿到达现场，所有人听从他的指挥。报告，新兵张德亮请求归队。我滚回去！干嘛呢？你先回去。是。哎，张亮，连长，我请求参战。你的事待会儿再说。老爷，服从命令。前面听我口令，站住！好好想想吧，什么素质？精神了啊！我去，你怎么来了？光听你爷爷说你当兵了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当兵啊！是啊。哎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姐她来看我，我挺好的。从现在开始说话声音小一点，面带微笑。你是不是又给部队惹麻烦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表现可好了。你怎么来的？啊？放心，没事。我问你，我怎么来的？开车啊。嗯，车停哪儿了？停车场啊。声音小一点。我跟你说啊，马上拉我出去营区。啊？干什么？反正就是事儿很严重，听我的就对了。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总之一句话，你回去告诉张前进，我现在不在家，我爷爷的安危就只能靠他一个人了。啊，不要让我失望，好好照顾他。反正我话就说这么多，你帮我带到吧。哎，张东亮，这是军人，我当然要去了。没明白。姐，等我这次赢了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小心啊，前面有坑。哎，我真后悔带你出来，我肯定是把你害了。你不带我出来才是真把我害了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相互协同，注意个人安全。听见没有？听。好，下面各战斗编组，根据公安到达指定地域，各排站开。向左转，跑步走。
听我的，现在开车赶快回去，快点。不行，这黄山野岭的。你甭管我了。哎，张能量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告诉爷爷和张晴晴，就说我不会给他们丢脸的。走吧。哎，张能量，你站住！你。分开搜索。别走！你什么情况？谁让你来的？连长不是说了吗？老兵不在，新兵要顶得上。我现在手续还没下来，也算是新兵连的一员。你给我个机会吧。来，给我。哎，班长。连长，连长，一排一班，听到请回话。我班任务暂停，出现突发情况。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怎么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让他立刻回去。压下去。是。哎，你不能走，这次出任务的都是新兵，不能有任何问题。找个人送我去，每十分钟汇报一次情况，再出问题我收拾你。是。给我一次机会都不成啊，我都是要走的人了。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那是人家班长不给你机会。你觉得我还有留下来的可能性吗？张能量，你说你到底是什么变的呢？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搁这没完没了的。干什么去？我上个厕所去。上什么厕所？回来！别！我都憋着呢，有什么事回去解决。精神不要那么紧张，好不好？说实话，你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你害怕吧？我怕，我会怕呀。哎，这儿，你要干啥？看你那个小胆儿。哎呦我去！切！同志你好，你找哪位？我等个人。你好，你上那边等一下吧。啊，好。那孙子反侦察能力极强，几个省的警察都拿他没有办法。最后呢，重庆警方就决定将计就计，去监控啊他身边周围的那些人的动向。那天下午差不多五点吧。在一个麻将馆门口，哇，他跟一个女人正在接包的时候，警方只用了0.05秒的时间，0.05秒啊，瞬间将其按倒。不过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估计只要0.03秒。你不信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按人先按他的颈动脉，马上按上去，几秒钟之内，他一定失去知觉。张德亮，你给我站住！干什么？放开！哎。我也不跑，放开！看看有没有小卖部，买点吃的不行啊？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，张能量？我都被你害成这样，你还想怎的呀？你说我也想在自己行动中表现点什么，我也想立功。你站住，给我站住！咱回去吧，行不行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回去我还来得及，你这不回去我成啥了？我这一天没吃东西，你让我去买点吃的垫一下，给你也买点。跟娘们似的，你可真磨叽！
老板。哎。好。结账。